伊有两个囡仔呢，拢伫美国。因小弟有七个后生查囝，拢伫台湾。伊惊讲，伊若走，这土地呢，无法度倒转来因囝的名。你若要过来，敢若土地净值税要两亿，我要去对摕两亿来付这个土地净值税。有一个欧医生呢，伊八十六岁走来我家，伊甲我讲，伊讲伊困袂去。我讲欧医生，你连绵着困足久，你太会困袂去咧。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因为伊当初是咧做邮局局长的时阵呢，因为伊无自耕能力证明，所以伊当初是用因小弟呢去买土地，买这个土地，买因小弟的名。啊！这土地买伫咱即马汉神巨蛋的后壁附近遐。啊！即马重划了的时阵哦，伊讲伊困袂去，伊困袂去，就是讲伊有两个囡仔咧，拢伫美国，住伫美国。因小弟有七个后生查囝，拢伫台湾。那么呢，伊惊讲伊若走，还是因小弟走，这个、土地呢，无法度倒转来因囝的名。我讲啊，你去找恁小弟啊？伊讲对，我去找阮小弟。啊，阮小弟吼、哦，人介明理，伊甲我讲吼、哦，这土地你若是讲登记我的名，你若信袂到吼，拢过转去。哦，因兄哥讲，哇，这只八吉，拢过转去。好啊，啊来过转去，伊就找大师讲要甲过来。结果大师甲讲吼，你若要过来的时阵吼、哦，因为这啊土地农地即马拢变耕地啊，所以干那土地净值税要两亿。伊讲我要去对摕两亿来付这个土地净值税。这个土地若变更的时阵，也是咱农地违规使用的时阵，你咧移转，就是会面对着土地净值税。像这件呢，伊就拄着土地净值税。我甲讲啊，无你都卖十亿甲卖，你较用拖拉机车十亿车转来，车转来给伊就好。伊讲十亿都领袂出来咧，十亿，对不对？啊！你搁十亿卖，搁摕转来给兄哥的时阵吼，净污水扣一个搁较死。所以怎？伊讲律师啊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讲，换我困袂去啊！因为你来找我，就是变作我的承担，我困袂去啊。所以哥呢，我安那甲处理？我讲吼，咱吼，什么水较俗？各位，您知影什么水较俗吧？宜山水较俗，因为一生开一次尔嘛，对吧？宜山水是不是一世人才一次？那宜山水的时阵吼，假设讲你有宜山留两个囡仔，安尼你可能差不多千五到千八万吼扣袂到。啊，若到五千万来的时阵吼，10%。啊，若超过五千万到一亿者呢，15%。超过一亿的时阵，开20%。我讲你不如安怎？啊？等恁小弟往生去了，卡过转来给恁囝就好啊。伊讲啊，阮小弟哪无爱还我咧？我讲袂啊，恁小弟都叫你过，咱即马甲伊签。哥，你知影我安那甲处理无？我先安尼处理。吼、哦，啊，第一个吼、哦，先叫因兄弟啊吼，因为这双方同意嘛，我先叫因兄弟啊写一个吼、哦、借名契约。啊！我写这个借名的契约吼，我借有功夫啦。你吼借人的名，搁写讲借名，叫人写借名的契约吼，敢若讲咱惊人呐，人情世事讲，啊无你去借别人好啊，你借我的名要创啥？所以讲呢，我咧写借名契约吼，我唔是真正写契约，我是写啥？写感谢状。我甲写讲感谢吼，小弟你吼。自当时，这块土地就给我照名，吼啊，土地给我顾甲好势好势，地价税拢我咧纳，银行然后贷款拢我咧纳，我甲你足感谢，吼，因为你也无失败，互拍袂去，所以呢，我是写感谢状代替契约，过安尼有来无啊？所以这是人情世事咧处理，较怪我会讲这個，互各位听，所以我先写一个。照名的契约，各位第二点呢，我讲吼、哦，这也那
真正大家信得到的时阵，不要紧，设定抵押。既然这土地即卖的市价有10亿，啊，咱设10亿，交一寡登记费就好。安尼，伊土地后盖若是翘起要卖掉的时阵，咱阁有抵押权，咱阁唔惊伊。啊，但是这代书都要注意，这设定抵押，我原走来甲代书教，爱设最高限额。过来，第三点我安怎处理？我讲这块地呢，信托倒来，各位，这步就够厉害啊、哦！信托，这是古早的时阵，人个英国人吼，因要走来澳洲呢发展，啊，因英国的财产想要顾，所以因发展迄个制度，就是讲我的财产呢寄伫英国，叫人甲顾。啊，即马就发展做变做银行来甲顾，所以较怪呢。咱要处理迄个寺庙照明的时阵，这点介重要。所以各位呢，我怎啊讲信托过来，信托怎啊这块地呢变做伫法律上登记倒转来因兄哥，啊，伫法律上这个信托登记就是变做因兄哥咧管，啊，因兄哥这个管呢后盖伊嘛会当甲卖掉。各位，是安那我要信托出来？信托出来的时阵，这个小弟就唔是伫伊的名下，伊就无法度卖掉。所以这点呢，在座可能拢罕去听伊，因为我较快要用信托解决足侪代志。所以讲呢，我怎甲信托过来？所以怎变作宽增伫兄哥家？但是个因唔是做买卖，所以这个净值税啥物拢唔免交。伊这是自意信托，信托过来，但是控制权伫。兄哥家，所以各位呢，我怎甲做信托？吼、哦，信托过来啊！信托就是讲后盖兄哥嘛会使卖掉。过来第四步，你知影我安怎做无？这是双方讲的好，但是为着税金的问题，所以第四步我叫因小弟写遗嘱。写遗嘱讲，我若往生去，这块地呢，我要给阮兄哥。各位，因为因小弟往生去，这个遗产税是一定爱纳的，吼、哦，遗产税是一定爱纳的。当然，这个兄哥应该爱共纳这个遗产税，这是无问题，所以我有写。然后各位最主要是讲往生去的时阵呢，这个遗立的一个遗嘱讲，我后盖往生去，这块地呢，就是要向，给阮兄哥，所以就是要给家。啊，是食的继承人，就是阮兄哥的继承人。简单讲，各位，这种的叫做遗赠，就是讲我翘起这块地要给谁去？安尼，我搁设一个开关，我搁设什么？遗嘱执行人。各位，遗嘱执行人嘛会当请律师，嘛会当请这个因兄哥，还是因兄哥的囡仔。后届时阵，因兄哥还是因兄哥的囡仔。提这张遗嘱，公证遗嘱吼，直接就会当去事务所过户啊啦，去地政事务所过户，唔免阁安那，唔免阁转着对方的囡仔。吼啊，当然这个遗嘱有可能侵害啥物特留份，就是讲咱法院规定讲，这个囡仔有这个特留份，爱留。留迄个囡仔应继分的二分之一，吼，迄个假设因家囡仔讲，哇，爸爸你的财产遮济10亿，啊，假设干那即块价低尔，哇、哦，啊你只有10亿，啊我有应继分，啊我应继分7个的时阵，我就是14分之1，啊有7个就是14分之7，伊讲要退转去，各位不要紧，因那是继承人，讲你侵害特什么，特留份。咱较摕对一张出来甲赌，啊，咱摕对一张出来甲赌。同早前咱是毋是已经写一张啥物？感谢状啊！迄阵都写讲，即个是照名呢。你伫台湾无第二个会甲你安尼讲啊啦。这是一个甲伊做完美。各位，当然即个完美就是爱对方安那有要甲咱对方。配合、哦，所以各位，那阿哥会配合你的时阵呢，因为净值税税金的问题，甲政府税税金的问题，咱会当用这步，哦，我设计这个连环套，把它套住，安尼咱这个地呢，
就是有保障。